是给你们的。我不要吃那个苹果。来来来，分一下分一下啊。好，马上进行第二关，我也要当圣诞老公公。第二关，我也要当圣诞老公公。每队包含队长派出四位成员，队长负责贴双面胶在每位队员脸上，贴完者必须用头将棉花粘住，之后再迅速换上圣诞老公公的服装及假发，最后花最少时间变身成圣诞老公公的队伍就获胜了。二计时开始。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哇，好，加油。你帮他撕，你帮他撕，他自己撕掉就可以了，就可以。大家可以帮忙，赶快戴上去。戴上去，好，好，帅帅帅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鬼厉害了。好，开始粘了，开始粘，粘要下去粘了，开始粘。粘多一点，好厉害啊！赶快衣服衣服，好来，赶快穿衣服，赶快着装，加油。好，好来，雨珊现在下。时间过了多久？注意哦，30秒。多寡，对对对，比快比快了。好，已经好了一个，在旁边等。好了，再来15秒。好，好，时间到，行。好，他们花了多久时间？多少？1分47啊！1分47，小鬼都粘好了，小鬼都老了，粘好了。蛮好玩的。其实还不错，你还蛮好看的哦，很酷吧？对啊。好，那现在1分47秒，我们看看另外一队是红队，有请红队。接下来我要 Q 轮的红队啦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你找男生哦，男生会快吗？好，赶快帮忙帮忙！你们用天使牌对不对？你们想要小天使牌？好，天使牌帮忙。好，小天使可以帮忙。弄好了，赶快去摘胡子。小美，小美，小美，摘完胡子赶快穿衣服。有你们这一队，哎呦，那穿衣服要讲穿衣服。好，陆克，漂亮，够。好，拿假发，不要踩到别人的假发。戴假发，要戴假发。哎呀，好慢哦。速度，速度，速度。赶回程哦，绿队已经1分了。输了，只花了1分钟的时间。中奖嘞！好，这次呢，红队可以先抽啦，先抽牌，不知道是天堂还是地狱。1号、2号，桃子这边1号，对了，1号，左边那个，左边，对，好，恭喜你得到的是超爆笑脸比拼图，大学生合体抢高分，最后1分钟，最后1分钟。Wooden 哦 ，Fantasy 跟 T-shirt， 哇，又是潮牌的帽子 T-shirt， 哇，还有外套，好棒哦！哇，这要给谁？女生的，女生的要给谁？队员吗？女
生的。不是，这个 size 要看一下 size， 很小只，很小只，应该小只吗？小只，对，很小。来来，分你们分。恭喜！见得不好、啊，来你选一下。又来了。嗯，刚那个直的，那个高的，这个爱心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是生命。还有哪几个？那就正方形红色的，那个哦，对，长方形，对对对，那个。我的。好。然后 D 开头的 ，D 开头的那个。哦。好，三个。D 开头的好像很厉害哦。超好的。来，纳豆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好烂的，谁送的？我那很好，你看。什么东西？圣诞节长线。哦，这好屌！我要，我要，这我要。圣诞节很多电器要用啊，就可以。这好，这好，这圣诞树可以插电暖炉，还可以手机充电。太好，这我要，这我要，太好棒了。好，队长选走，太好，太好。这我想要。哎，脚托，这也不错啊。白托，红托，谁送的？哦，这是我送的，在家可以打小强，在外可以打小猫。我觉得他的盒子比较值钱。对，被猜对了，漂亮。而且你猜到什么？哎，这个好，有呕吐口味的雷根糖。哎呦，还有一个，来，最后一个。那就大的那个吧，那个 U 开头。哦，我的。对的，我跟你讲，我送的超实用，然后男女通用，而且我还有包装。哎呦，卫生纸啊，恭喜！面纸，这也不错啊，实用的。队长去巴黎会给大家。送礼物了，你是圣诞老公公。我要卫生纸，谢谢。我要卫生纸，拖鞋太刺激。我要卫生纸，我要卫生纸。我干了，很容易满足的。对，就是一个悲伤的队伍。这已经连续两个礼物都地狱了，果然是绿云罩顶。你们去分了，你们去分了哈，来。好，下一个是圣诞拼图挑战赛。第三关拼图挑战赛，队员必须用身体拼出指定的英文单字，中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而队长必须猜出队员所拼出的英文字母，计时三分钟，哪一组答对最多题就获胜了。第一个字，我们计时三分钟。第一个字，预备备，所有人不准偷看。好，哇，这也太远了。开始。好。快。不准讲字母哦！哎呦哦，他们有分配过工作哦，不能让他听到哦。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哦。好，好像很厉害哦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哦，金蜈蚣。哎，这是看不出来。N E 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对，答对了。好，下一题。你看不出来，你看出来。来，李宁。好，来，加油。哎呦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单字 ，B I G 啊 ，big 是吗 ？big， 好，正确答案。游戏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好可怕的游戏。还剩一分半的时间，现在答对两题。这个是 T O， 这一个是什么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 T O， 下一个什么？什么？ T O 什么？又怎么混？ T O 什么？ T O D Y， T O Y 吗？ Toy， T O Y， Toy， 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 Toy， Toy， 正确答案。下一个，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。
刚刚讲的第一个什么 ？W W 什么？然后呢 ？W 什么？反着的，看不懂，看不懂啊。我觉得算很强哎，很强了，很强了。好，绿队请准备。好，接着下来是我们绿队啦。那请问一下，在这个阶段你们要用小天使吗？要，对。小天使这边可以帮什么忙？哎，也摆字吗？没有没有，也可以帮忙排字，或者是呢，也可以帮忙上去猜。OK。所以你看你啊，你想上来猜啦，上来猜啦。好，多人帮忙猜，多人帮忙猜啦。好嘞，好了，一样哦，我们计时三分钟，预备备。开始，好，第一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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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一开始应该不会太难。什么字啊 ？B 的小写。K K 啊 ，K K 是 K 吗？是 K 吗 ？B B B I B I 是悲哀的意思吗 ？B B B 没有人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人了。注意了，开头给我们一个开头好不好？这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